不过我这一趟是寻找好吃便当之旅，好像一个拼图要把它拼凑起来，所以呢我们好像要去找了一家很厉害的店，要把这一块拼图给拼凑起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的，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讲话不能很大声，原因是我们来到了一个很厉害漆器职人的家。在日本已经很多地方用的可能都是国外进口的漆，不过听说在这个地区坚持100%就是要用日本的国产漆，所以在这边我们要介绍一位很厉害的社长，要来好好访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松沢社長、国産漆にこだわる理由は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の岩手県は日本の漆の7割を生産する産地なんですね、はい、でその地元の漆を地元の漆器とか漆の製品に塗って、まあ、販売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起業して、うん、はい、扱っています、はいはい、あとは美味しいお弁当を食べたいんですけど、はい、何かいいものがおすすめ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ぜひお弁当を食べるときには、はい、お箸を、漆塗りのお箸をおすすめしたいです、はい、でお箸は、うん、やっぱり口にこう触れますので安全な漆塗りのものをおすすめしたいです、うん、それから口に入れた時にすごくこう、感触がいいというか、はい、はい、分かります、気持ちいいですね、はい、はいはい、ですね、こう触っても漆の柔らかさが感じられますし、食べた時の口に触れた時の感触も素晴らしいです、うん、口に触れても安全だということで、嗨，我现在获得这双漆器的筷子，我真的觉得很高级，因为它摸起来好滑哦。不过我这一趟是寻找好吃便当之旅，好像一个拼图要把它拼凑起来，所以呢，我们好像要去找了一家很厉害的店，要把这一块拼图给拼凑起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现在在桌上摆了两只刀子，分别一个是70,000日币，一个是40,000日币。我接下来要请师傅好好介绍一下这两把刀子到底厉害在哪里。じゃあ、ゴーさん、この二つの包丁を紹介してもらえますか。はい、こちらがですね、はい、ステンレスとニッケルのダマスカスの包丁で、はい、会社ではアーモンって呼んでいます。アーモン。はい。はい、とこちらがですね、ペッティナイフ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持ち手のところに津軽塗りっていう青森の漆器が、の技法が使われてます。嗯，它其实蛮漂亮的，它很轻耶，轻松又轻，そうですね、すごく軽くなるように仕上げてます。はい、じゃあこちらは、あ、こちら70,000です。听说这把刀子是欧洲很厉害的 chef 都是用这把刀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把可以卖70,000了，很厉害，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跟他说卖100,000，我会买哦。100,000，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看，你看，他可以切这样，可以切好小哎，很厉害。这把刀子真的有70,000的价值哎，すごい。星座分析，不过呢，我们来到了这里，这里有这个 Magewa 的分析。听说我们做了这个 Magewa 之
候呢，老师可以从我们做这个作品可以知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こだわりを持って最後まで丁寧にやっていこうかなと思います。老师说你有直人的感觉，对，然后每一个细部都是很正确的，做得很好，对。こだわりが。こだわり、有自己的感觉。え、厉害耶！这一边这个，你看它的纹路跟这边还有颜色，整个感觉都完全不一样。而且重点是哦，这个的纹路啊，听说这个已经使用了13年的时间。它摸起来有没有看到？听起来会有像咔咔咔咔的声音，因为它的整个木纹都因为它使用的年纪，然后呢就会渐渐呈现出来。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重点是这用这个。因为这个马格巴在洗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它就是顺着这个方向这样洗洗洗洗洗。所以呢，老师就说了一个好的马格巴，它可以使用1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你好好的保存。其实我觉得现在像这样子的器具用品啊，你用了这么久之后，其实都有使用的感觉，有使用的温度，然后它承载了你很多很多的记忆。搞不好这个马格巴用了10几年，你都不知道换了几个男朋友，你生了几个小孩。所以它就是记忆，你整个人生当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记忆。也许你就用这个，原本是做给自己吃便当，然后还做给你小孩，做给老公吃，我觉得蛮棒的。